今天要来带给大家的是一家冲绳难得的一家海鲜饭店，在那个美国村旁边。他说这个是两人的分量，蒸汽火锅 all you can eat， 应该是90分钟，然后这一些东西都是可以加的。所以这个是你点的还是他上的？他上啊，基本盘。还行吗？不错，几乎都吃到海水的味道了。滚丝，没有想到这么鲜哎。没有，它那个汤算是清的，因为它可能旁边有这种葱跟菜。我先吃看这种白老，刚吃到它脚上它那个流出来的汁，今天就决定这个东西。那个猪肉看起来是真蛮可口的，超有味道的。那个地瓜看起来很甜，很好吃哦，甜到不行。下面果然还是粥啊。